它是流出来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白兔，今天我带你们去吃广东菜。对，谢谢啊。现在到了春熙路，在口上。Hello， 小潘同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潘，今日带大家去吃我呢个香港人认证过的茶餐厅。哇，这个风格确实很怀旧啊！是啊，是自己的锅盖。那边有个泡面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我慢点吃。谢谢谢谢。我们去选那个二人餐。我看一下哈，你说是那个双人套餐还是？128那个。那我就选这个吧。碗仔翅。哦，好好好好吃。好想试试，但是不是甜品，是咸品。那我们要去后厨看一下我们的干炒牛河是怎么做的。哎，你好，好，谢谢。你们厨房好热啊，好辛苦来的。啊，我一进来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气。师傅做粤菜多少年了？20年吧。20年专做粤菜吗？啊，差不多。好嘞。哇哦。喂饱全村人的这种饭局，对，这是我的奶茶吗？对对对，第一口就粉丝。你不要加糖吗？不加糖，不爱喝。我从来没有喝过这种味道的丝袜奶茶，第一口就惊艳了，我天！我最期待的是这个干炒牛河，因为他这个师傅是20年专注做粤菜。试一下，这个看起来就很赞。我觉得来到这个最正宗就是观察好，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坐那边，嗯，我当时吃到是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操，他这个河粉吧，他说是每天现做的，然后他特别有韧性，哦，这口感特别好。美女，要不要给你打两个汤过来？今天是海鲜汤，还要你们两个汤给你可以啊，谢谢，稍等一下，谢谢姐姐，没事，欢迎啊，嗯。餐厅的姐姐送了我们一个海带排骨汤，哇，这个菠萝包巨大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觉得比普通好像要大一倍。就这样放进去，等一会儿它就化了是吧？其实我基本上不等，就是你吃到那个冰的黄油的感觉才是，我觉得才是好吃。拆开了，是吗？我相信你吃啊。哇，这个好酥脆啊！它这菠萝包不是很甜，就甜度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。我不太喜欢太甜的东西。菠萝包不应该太甜。嗯。这个也要吃了。西多士是吧？这个碟子。它这个中间是不是有花生酱？嗯，对。嗯，那你看这个中间的花生酱。应该要有花生酱，没有花生酱不是西多士。好，试一下这个炒饭。它这个是拌什么菜啊？是菜心吗？是普通的肉吧？烧烧。扬州炒饭吗？我来试一下这个碗仔翅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要放醋。碗仔翅里面到底是什么？原来是真的是鱼翅，但后来不是了，后来是粉丝，然后蛋，还有反正一堆东西。我现在想尝试一下这种神奇的搭配，我就把这个炒饭
和这个碗仔翅混在一起，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被香港的同胞喷呢、啊？给你们看吧。啊？真的好吃吗？可能我的口味比较怪，你可以试一下。来，加一下。完全不能接受。这肠粉，我感觉看上去还行，不知道跟我以前吃过的比起来怎么样。没有很惊艳，那你还可以。目前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干炒牛河。对，我来吃一个流沙包吧。对，它是流出来的。我没想到它这么多，我还没反应过来。看看这个流沙包，我已经喷到到处都是了。你看，满满的从那个包子里面溢出来，一口封神。它这流沙包太惊艳了，真的。今天我们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所有这些菜吃下来呢，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干炒牛河。小潘同学他重点推荐的就是西多士，还有流沙包。反正如果你们来试的话，这几个菜是一定要点，要去试一下。就我们平时吃饭呢，不一定是吃的是味道，有时候吃的也是一种感觉。就在成都能把粤菜完美的这样复刻出来，让你吃出这种童年的回忆的话，确实是很难得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